怎么样，这套房子还不错吧？啊，我没看出来。这是一块充满商机的地盘的，你看前途不远就是大海啊。等北海路工程一完工，新大桥通了车，这块地盘肯定会火起来。那时候啊，你在这儿再重新开一家美容厅啊。到底是当局长的眼光啊，就是不一般。哎，目前还是个副局长。哎，你不是说段文轩一倒你就有希望吗？他不是还没有倒吗？哎，那些东西都寄出去好几天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省里领导也收到了这些相片和检举信，连夜做了批示。只是我们要认真调查。段文轩属于中高级领导干部，对他的调查能否慎重一些？省里主要领导定了原则，既不能冤枉好干部，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。不管牵涉到谁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阻力，我们都要一查到底。既然省里领导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，我们市纪委就好办了嘛。那现在我们就做个调查计划，争取从苏梦这儿打开突破口。您好，回上海一路上还顺利吧？我想再跟你谈一下离婚的事儿啊。昨天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都不太好。我想，我们离婚的事儿，还是自己处理吧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，那我们只能够法院上见了。好，我等你的电话。你好，是我呀。哎，昨晚对不起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心里一直很烦。你别介意哦。你别这样说，你这样说我心里更难受了。你现在的处境我非常能理解。昨天晚上我心情也不太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准备要去法院？最好别闹到法庭上去，我有点害怕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，我等你。苏梦，请你来一下，你把桌上的东西都收拾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不要紧张，什么事儿到了纪委你就清楚了。这是纪委的艾副书记，可以开始吗？开始吧。这些照片你见过吗？我几个月以前就见过。段文轩同志知道吗？拍照片的人是先寄给段市长的。我们向你核对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。
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工程的质量进度都不错，大家辛苦了。希望能继续保持拼搏精神，确保北海路扩建工程在大桥建成之前完工。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北海路扩建工程预算要2000万，目前筹集到的资金只有1000万，工程进行到了一半，那1000万要是还不到位的话，整个工程停工是难免的。工程不是全都承包出去了吗？华南集团承包的那块是他们自己垫的钱，他们现在也很困难，维持不了几天了。赵局长，你们财政局有什么办法没有？也许1000万、100万我也拿不出，经费的盘子年初都分光了。段市长，这你比我清楚。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不管有多大困难，绝不能停工。一旦停下来，就会拖住整个大桥工程。段市长，您说怎么办呢？只能先从中央债券里边挤出1000万来救急，以后再想办法补上。段市长，这个不行。这中央债券国家纪委有明确规定，必专款专用，挪用中央债券属严重违纪。北海路扩建可以归入大桥的配套工程，我看出不了大错。再说，我们可以尽快想办法把它补上吧。段市长，您要是决定了，我就通知财政，让他们从中央债券里划出1000万，进到华南集团的账上。段市长，是不是得研究研究？我们这不就是在研究吗？财政局长大人，我们可拖不起。凡事要从工作出发，不要首先想着保自己的乌纱帽。我的财神爷，市长大人都发话了，你就照办吧。凡事要从工作出发，不能首先想着自己的乌纱帽。好了，暂时到这儿，先吃晚饭。啊，苏曼，你就在这儿吃饭，我们马上派人给你送来。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这是被……问题不是还没调查完吗？吃过饭，我们接着进行。我跟别人约了吃晚饭，我去打个电话。那不行，在调查期间，你不能跟任何人通话。总不能让别人等着吧？那你告诉我你约了谁，我去帮你通知。好，艾书记。今天晚上可以搞得晚一点，但是不要过夜，还是让他回去睡觉。让他回去，他肯定会把情况通报给段文轩，这样一来我们就被动了。要严格按照政策办案，在情况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轻易不要采取特别行动。如果明天他还是像今天这样完全否认怎么办？那就让他把他自己说的情况全部写下来。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苏梦被抓起来了。真的？苏梦被抓起来了？请问苏梦在吗？哦，苏梦被纪委找去了。谢谢啊。干事长，费总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苏梦可能被纪委……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反正苏梦被纪委的人找去了，一直到现在没有消息，哪儿也找不着。你的意思是，苏梦让纪委给隔离了，隔离审查？估计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不可能吧？纪委隔离苏梦干什么？苏梦会有什么问题？这绝对不可能。完全可能啊！是，好了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给我接纪委。啊，艾书记啊，我是段文轩，我想问一下，苏梦是不是被你们找去了？艾书记，我怎么就不能过问呢？苏梦是市府办的干部，市府办由我主管，你们扣了我的干部，我连过问一下都不可以吗？给我接市委杨书记。杨书记出差了，那就接省委钱副书记。段市长，你慢一点，你这样做要把事情做得更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件事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他们找的是苏梦，但矛头在你。明白了。哟，段市长，你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快坐下。没事，没事。我光明磊落，干干净净，不怕人诬陷。我找他们去。哎呀，段市长，这不是怕，这是讲究个方法和策略。我最不适应的就是这种什么方法、什么策略。人家纪委办案有他办案的一套程序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咱们再好好想一想。这件事儿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？然后再，要么不动手。要动手，就要打中这帮混蛋的要害。段市长，你用不着生气，这样我再去找找看。是你呀、啊，苏梦回来了吗？我从美国回来，刚下飞机，我还正奇怪呢，这么晚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也没给我留个条。他知道我今天回来的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可能在开会，也可能加班在改写一份报告。费总，你怎么了？我表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没事儿，真的。你有事找他，要不要进屋等他？太晚了，哎，我明天再来吧。
你也早点休息啊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的问题你们就来找我嘛，何必要为难一个普通公务员，一个女同志啊？我确实在分房方案上加上了苏梦的名字，这有什么错？苏梦她不该分房吗？苏梦到海南这么多年了，还一直住着城管局的一间小屋。还有，这些照片，你们就看不出是经过加工拼凑出来的吗？我到苏梦的宿舍吃顿饭能说明什么问题？再说了，我还是个……算了，我也没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的私生活。段市长，别激动，冷静点。来，坐坐坐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把问题说清楚了就行了嘛。群众有反应，我们找当事人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。作为纪检干部，如果对群众的来信不闻不问，那是失职；对腐败现象不进行坚决的斗争，甚至冤枉了好同志，那是失误。希望您谅解。哦，至于苏梦，昨天晚上我们就让她回去了。不是昨天晚上，是今天凌晨。哦，那我建议让她休息半天。苏梦，嗯，好点吗？喝点水。我没事儿，你回去吧，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呢。都38度多了还没事儿呢，不行，咱们去医院。来，不用了，忘了说了，人每年发一两次烧对身体有好处。看你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？你不去，那只能够我给你当医生了。来，你坐。坐下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机关分的那套房子，我不想要了。我想辞职，下海自己干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不赞成啊？我为什么不赞成？我1000个支持。要我说呀，你早该辞职下海了。我看就这么定了吧，退房、辞职、下海。我正需要你来助我一臂之力呢。表姐。你好点没有啊？有，小佩回来了。我买了一大堆好吃的，今天啊，我来做饭。魏总，一块在这吃饭吧。我是想啊，可是没这福气。你来了，我该走了。为什么呀？要不还是我走？不不不，公司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。这样，苏梦我就交给你了啊，记住让她吃药。苏梦和段文轩的事儿。这就算了了。
这次完了，还有下次呢。我看他们还能撑多久。下次，这次这么硬的把柄都没起作用，下次我们还能抓到什么？我看你呀，算了吧，还是给段文轩认个输。前段时间都在传说，他可能由副市长提升为正市长，他的对手立马多了起来，他自己呢也蠢蠢欲动，拼命的想捞政绩，居然敢拍板挪用了1000万中央债券。我听安涛说，那1000万已经进了华南集团的账。就这一条，就可以要他的命。哎，给段文轩买房子的事，安涛办的怎么样了？安涛说房子已经买了，房产证上写的是苏梦的名字。只是后来苏梦被纪委弄了进去，出来后又病了，所以房产证还在安涛的手里，没有给苏梦。房产证写的是苏梦的名字。你马上通知安涛，叫他想办法尽快的把房产证交给苏梦。啊，你们分头把今天的会议啊再拿出个具体的方案来啊。好好，那就这样去吧。喂，我是飞扬。秋露啊，你好。我想好了，我不再提任何要求，我同意离婚。儿子长大了，跟谁由他自己选择，但是学业必须是在上海完成。你写好离婚协议书以后寄给我，我一定签字。啊，那。你的心情，好像反倒更沉重了。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。啊，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嘛。这几天事情太多，也没时间来看你，抱歉啊。我都没有什么大病，您那么忙还来看我，段市长。哎，好，喝杯茶。这个是你妈妈的照片吧？啊，对，是我妈妈。想家了？真的觉得挺累的，有的时候特别想陪在爸爸身边，平平淡淡、轻轻松松的过过小日子。可是又不甘心，对不对？对。
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，你何必要辞职呢？这件事情不是一弄清楚了吗？纪委还专门就这件事情给省委领导写了报告。机关的上上下下对你的评价也很高，纪委的报告把这一点也写进去了。我辞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我想换一种活法。另外，什么？我再在机关工作下去，会对您不利。我都不怕你怕什么，不就是北海路扩建得罪了某些人吗？说实话，我从英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，抛弃别子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也不为别的什么私利，要为这些我完全可以不回来。 我就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，让自己的追求变成现实。我做事历来是义无反顾。段市长，您别再劝我了，我已经下了决心了。看来。 我只能是尊重你的选择了。你好，我们请。啊，还这么潇洒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哎呦，美籍华人外宾光临，有失恭敬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里边坐。好。哎呀，哎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是昨天，你看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可以去机场接你。哎，没事，不，好，服务员，来一杯利神咖啡。哎，好的。怎么样？当初一起闯海南的那些朋友，都还好吗？来，喝咖啡。好，谢谢。怎么说呢？风风雨雨，起起落落啊。 苏梦现在怎么样？啊，刚刚辞职，准备自己开公司。啊，你准备办个什么公司啊？我想办个企划公司。这个主意很有前瞻性，随着市场的高速发展。 企业策划这行会大有可为的。有你的支持，我充满信心。这不是支持啊，是无奈。哎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只能够全力支持喽。看你说的那么勉强，说说你具体怎么支持啊？我想过了。 我想用参股的形式投入启动资金200万。不行，参股可不行，200万我更不能要。哎，你为什么把独立看得那么重要，又如此的狭窄呢？啊？你我为了这份爱付出了那么多。 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不该再分你我，应该成为一个人，从心灵到肉体，从精神到行动。你说呢？正因为这样，我才需要独立啊。没有独立，怎么会有结合呢？你固执的让人怎么说呢？ 你固执的简直是惊天动地啊！这不是固执，而是主见。哎呀，我忽然间觉得我们俩都太有主见，太强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如今全世界不都是在搞强强联合吗？
果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原则都用在了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上，那肯定是个悲剧啊。喂，我是苏梦。啊，倪立伟你好。崔丽从美国回来了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崔丽从美国回来了，她让我们马上去大学生面馆。那，走，走啊。你去吧。一起去吧。我还有事儿。那我先去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苏梦，到底还是忘不了海南吧？嗨，我出去的时候说过，出去就是为了重返海南。我说你们别站着聊，赶紧坐下了啊！是啊，来坐。好，坐。怎么样？在美国这些年怎么样？嗨，算是攻下了博士学位。哎，苏梦，听说你辞职下海，准备自己办公司啊？是啊，我准备办一家企划公司，专门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出谋划策。好啊，我希望有幸成为你的第一个客户。你不是拿我开心吧？对，是真的。我在美国的华人报上看到海南要办成信息智能岛的消息，就在美国啊找了几个合作的伙伴，打算在海南合办一家科技公司。企划这块由你来搞，怎么样？你信得过？如果连同船过海的人都信不过，还信得过谁啊？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小佩，你看这套衣服，拿一下。好吗？啊，这套不错，比一下，来，镜子在那儿。喂，安涛吗？我是柳冰啊。怎么，那套房子的房产证还没给苏梦？王局长说叫你这一两天就给他送去。费阳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知道，我觉得他离婚之后一点都不轻松，倒是挺沉重的。是不是和你辞职有关系啊？男人不喜欢女人太独立的。我辞职，他挺支持的。不过对我自己办公司，他好像……什么？你要自己办公司？他要我去他的华南投资，我没同意。问题啊，就出在这儿。表姐，你在男人面前太要强了。你说，难道男人喜欢软弱的女人？女人干嘛要跟男人比谁强？女人就是女人嘛。可是女人干嘛要为男人活着呢？我觉得，女人要靠自己活着才会有幸福。这是两码事儿。要是我，
我爱一个人就不顾一切。可是你得到幸福了吗？不谈了。经理，对不起啊，没有打电话一约就上门了。我又不是什么领导，还要约见。您请坐。啊。喝茶还是喝椰汁？那都行。来。啊，谢谢。你住的房子真是太挤了一点了。啊，真对不起，您看我这连个茶几都没有。换个地方住，明天就可以搬。这是怎么回事，安经理？是这样的，你和段市长对我们华南集团的帮助呢非常大，我们表示一点心意。这套房子是我们集团送给你跟段市长的。房产证上写段市长的名字不太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写你一个人的了。你拿走，马上把这个东西拿走，我不会要这套房子。你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你现在还怕什么嘛？你辞了职了，不是国家公务员了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拿着，来来来，拿着。是费阳让你办的吗？啊。费总不知道，不过大的原则是费总定的。费总定的，我不信。这是何必呢？那好，你现在给我出去。哎，拿着这套东西，马上给我出去。这套房子我不要，拿走。好吧，我先替你保存着。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再给你送过来啊。我心里乱极了，前几天留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，安涛又给了我一个不祥的预感，我简直不敢顺着自己的预感往下想。可是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对我说，又要出事。省纪委通知，中纪委调查组今天下午到，主要调查挪用1000万中央债券的问题。中纪委也接到了检举信。我欢迎纪委来调查。现在不是欢迎不欢迎的问题，是如何争取主动，把问题说清楚。为了配合上级纪委调查组的工作，我们市纪委也开展了一些初步的调查，这1000万资金的挪用确实存在问题。这中间没有贪污，没有用在工程之外，也没有装进个人腰包。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那也只是对资金运用程序认识上的问题。段市长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这问题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，这1000万资金的运用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贪污腐败、个人装腰包的嫌疑。哎呀，到底什么事？快说嘛。中纪委调查组今天下午就到了，是专门为段文轩而来的。这太让人提精神了！哎，来，我们干了！来，干！一杯不够，今天啊，咱们要来个一醉方休。慢，现在还不到一醉方休的时候，你马上把苏梦和段文轩的照片寄给调查组。